大家好，我是唐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凯。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知道吗？好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我来告诉大家，9月15号是桃园大圆摆的韩国日。那我们很开心受邀请到曾获奖国内外武术奖项的佛咪呀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佛咪呀！